译者冯毅宁综合报道。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Issues 公开近1340万份被称为天堂文件 Paradise Papers 的财务文件，揭露全球各界人士秘密离岸投资资料。马丹娜与 U2 主唱 Bono 也在其中。好莱坞译解马丹娜，翻摄自 Madonna.com。天堂文件爆料对象广泛，其中包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等各国政界人物，好莱坞明星娜姐马丹娜与向来热心公益的爱尔兰乐团 U2 主唱 Bono 也赫然进榜。原名 Paul Hewson 的 Bono 被天堂文件爆出投资马耳他 Nude Estates 公司。由于马耳他位于意大利南部与北非海岸间，未低税收地区，所以外国投资者赚取的利润仅需支付 5% 税额。爱尔兰乐团 U2 主唱 Bono 翻摄自 Tracy Sidrock。